Hello， 小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本次节目，我们的大头儿子和围裙妈妈为我们带来了一款，这是我们的迷你家电玩具。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型号的家电。我们这里有各种型号的家电。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迷你家电缝纫机，这是我们的这个型号。我们来拆开我们的这款缝纫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过家家玩具。打开我们的这个缝纫机盒子，这是我们的缝纫机。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缝纫机底部，这边有个螺丝，把我们的螺丝取出来，里面装上我们的电池。里面装上两个五号电池。这是我们的缝纫机，组装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缝纫机，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玩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缝纫机制作好之后，我们来制作我们的衣服。这是我们的衣服，用我们的剪刀剪出我们的花样。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衣服。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衣服上面贴上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形状，剪上我们的衣服。这边用我们的红色剪出一个爱心，这是我们的爱心。把我们的红色爱心放在上面。
现在把我们的衣服放在我们的缝纫机上面搅一下，把它沿着边沿线把它搅一搅，好了，这是我们的这一件衣服搅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头儿子和我们的围裙妈妈为我们搅好的这一款衣服，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拜拜。